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在元朗区至少三间酒吧进行反黑。据报今次行动和后任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声称被恐吓的事件有关。行动代号是黎庭数月，由星期六晚上9点开始，连同新界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、元朗和屯门警区的反三合会行动组和机动部队大约80人，到位于水车管街和安乐路的三间酒吧查牌，要求在酒吧消遣的人士出示身份证。行动彻夜进行，暂时未有人被捕。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